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老人，直到我恢复听力的那一刻。请问麦田小姐经历什么荒唐的？耳畔尽是恶魔的窃窃私语。如果那天我早一点回去，君不到，我才知道我怎么会回来。我早一点回去，君从来都在地狱。<笑>不只是出轨，一切都是我们的。我怀疑他们要杀我。姐妹情深也演得不来。 有没有可能，我是把他当刀使？那就看谁握着刀柄，谁又面对着刀柄。我会让他。 这才刚开始。